头顶发长的困扰，旅行生活记事。黑豆花，这是台南排队美食之一，里面加了满满的柠檬。炸天妇罗，牛肉烩饭，葱爆牛舌，这是豆乳鸡，这是半斤牛肉面，牛肉汤。是大份的古早味手炒面茶宋可冰，这是手工芋圆综合牛奶冰糖。运河